台南市劳工局重视劳工职场工作安全，为提升社内庇护工厂员工职场安全卫生甲健康的认知，劳社市长为着打造台南成为希望港的理念，今仔日113年再度牵手中营大学安全卫生科学学院办理庇护工厂职业安全卫生危害预防研讨会甲观摩交流活动。透过课程研讨甲互动交流，除了增进庇护员工职场安全卫生甲健康技能，也促进人际关系沟通的技巧，培养更加侪自信心。劳工局长王新基表示：“的游戏来让你加深深刻的印象。那去年的你们的去年有来的拳击手。”很感恩，你们今天再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我们去年，因为在大家在心得分享的时候，我听我心得建立团，我们苏明科长传一遍你们的心得分享给我，我也吓一跳。我们的庇护生真的这么棒，马上一天的课程完成，马上就可以分享你的体验哦，这样对我们在职场上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今年再开始，我就跟李所长说，李大哥到沙冈啊，院长这边陈彦仁妹哥到沙冈，他们两个都异口同声说可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当然院长跟我讲说，我要把这件好的事情水平展开到别的县市啊，希望他们能够知道，能够哎，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哦。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还是代表职场感谢大家。能够来进入庇护工厂来提升，来这样的见到你的职能，来创造你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部分，这是大家所希望见到的，我很感恩。另外一部分，我有时到各庇护工厂去，你都坦然跟自动跟我握手，甚至有些人跟很热烈跟我抱着说你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他说对你又来了是最棒的。尤其大部分都会在中秋节或农历过年，不是中秋节，他们就抱我的人，我就跟他们抱。他说：“你又来了，既然又来，我又有工作做的，我又有工作做的，我们的薪水又可以提升的。”我觉得大家知道说，我们这样的合作是非常棒的。当然，大家努力在职场上工作，我们必须要负责把你所做的创造品，我们一定要负责把你卖出去。他卖出去，这个就是我们食品科长他的任务。他卖不出去，我会找他算账。这是互相能够互相帮忙。最后还是代表我们上抱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院长跟我们李校长跟我承办这个活动，还有我们我不知道今天我们上级长官会来，事实上还好我有来，不然就是说。你机长都没了，明年不补助你了哦。而且江夏改拜托，给你一个记者报告了哦。好，谢谢。这场职安检讨甲观摩交流活动，哦，庇护员工可以开心学习，也分享自己的心得。我发现他们真的很有用心，就是说这次的活动，就是说虽然有相同，但是它内容是有改过，都不一样的。前面有拍摄过程。像因为之前他那个求神问佛，他也有办，也是有的，上一次也有，但是他是说丢篮都是抽钱，然后这次改成是丢球，所以他是有变化的。这个制作单位都有在，就是说每次的活动他都有在变化，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然后就是早上就是说那个变装入场，我觉得真的很有趣，那个每个。庇护工厂，大家都想尽办法，就是说那个做出不一样的效果给大家看，然后就是说那个应该也是这不在就是得奖，就是说就是创意比赛，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就是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来这个场馆，非常很开心。看他还有没有名额？很开心，然后跟大家玩游戏，还有。还要上课，很卡，然后玩那个拿棋子很好玩，还有那个宝贝游戏很好玩。我在生日之夜，可能要继续加油，然后检讨自己，然后做出最新的自己。谢谢大家，各位，老师还有大家，
觉得，帮我学很多东西，很谢谢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林心远走一走。嗯，还有，谢谢。那你今天是很多的朋友，那身边我比较快乐，我站在一边，真的哦。沟通，还有互相尊重别人，然后还有，跟大家互动的很开心。然后要懂得包容别人，包容别人才是善待自己。啊，游戏哪一个比较好玩？投球。又是跑步。跑步。那早上的啊，老师在那边今天有讲课都没讲老师的老师上的那个人际关系很棒哦，感谢你那个各位，那我很开心的来那个第二次那个参加那个长荣大学的那个光荣交流活动，他那是那个他我的那个工。那我在其他的公司的时候，那个，然后我的那个情绪，那个非常的稳定，我真的很感动哎。他们跟那个他们的那个同事那个相处的要好哎，我真的很感，我真的很感谢自己了耶。啊，然后那个我很开心的那个玩游戏，然后玩得很过瘾哎。他就是眼皮手快，然后都很，他的这个很快，他那个抽神问魔也很好玩哎，他很会运气的要好，他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配对游戏，那个很好玩的，我真的那个很好玩哎，感谢你们大家，哎没有，感谢朋友的帮忙。你看，看前面啊，害羞了。学到闯关游戏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就要促进科长沈淑敏表示，为提供庇护员工人际沟通技巧。特别邀请台湾职业发展协会黄婉文老师分享人际关系意涵、沟通互动重要性、性别互动的模式，以及性别互动时身体界限，更将趣味闯关的游戏融入旅课程，透过游戏的过程合作交流，彼此发挥所长，并相互扶持鼓励，提升庇护员工社交互动。技巧能力加相处的情谊，台南的庇护工厂每一家产品各具特色，营业种类多元，包含烘焙、手工饼干、包子、馒头、素食简餐、无毒蔬菜加日晒米、鲜冻食品，还有影印、印刷、客制化的商品等项目。欢迎各界踊跃选购，支持庇护工厂，透过实际购买行动。哦，身心障碍朋友更加肯定、加鼓励。以上是台北新闻网报道。